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2月31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巨蟹座的朋友们，最近一段时间的收入非常的丰厚，口袋满满的，心情也很愉快。水瓶座的朋友们，如果前一阵子身体微恙的话呢，能够恢复健康，四处去游玩。处女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场合的专业表现能够赢得众人的赞赏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，最近可能思绪比较繁杂，心情也觉得有点低落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场合有一些迷糊，要多多的留意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黄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红色。